香港廉政公署成立，ICAC 的工作虽然是六亲不认，但我们是社会公平和公益的守护者。喂，先生，什么事 ？ICAC， 香港、日本及韩国都是他们贩卖人口的所地。这案件不仅仅只是海关，还牵涉了入境处，还有海事处。快点找人搞定那班收过我们钱的官员。有没有不同寻常的交易记录？牵涉的人可能更多。那件事你到底有没有份？走。ICAC 其实就是文职嘛，又拿枪又穿避弹衣，007啊。